人的解放呀，是啊。可惜啊，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，唐宋宋祖稍逊风骚。你看人家读历史吼，一几个是安尼，赫赫有名，鼎鼎大名安尼读历史来打点个，伊甲写落安尼尔安尼啦。一代天将陈启思汗，只懂关公射大雕。哪晓得是一个庸俗安尼尔嘛？俱往矣。这不是咱台湾人写的，人讲这段咱就是毛泽东写的啦吼。去完年，迄拢过去啊。唔能够想要讲过去，想要讲过去的人，就是不可能无理财啦嘛。想讲不了，当有过去人去讲啊。安尼人就是要向前看，无论你七老八十，我们还是有一个担待咱推后的大地无言以来的。我的时间更离过去，你看，秦皇啊、汉族啊，是讲唐宗宋族啊，这些拢，你看讲个俗啊，俗啊一点安尼啊，啊去完矣，咱过去啊，你哪会？俗风流人物，欢叹今朝，你看看，你咱人内底很奇的很侪物件，在未来啦。会甲你感觉是安尼尔，是咱家己咧饲的，咱伫家己边上内底，人家咧分辨。哎，到贪污是着知影讲哦，可笑伊啦！伊讲俱往矣。啊，刚刚咱老天回是嘛？咱来对咱对别输送，咱来边回咱去，干嘛讲可笑伊呀？啊，对不对？业障伊呀，真正是吼，真的是伤心伊呀嘞。真的是会这样，你知道有下面哪里开哦啦吼，也好就是安尼啊，你种诶，吼伊体会到不管吼伊，安尼坐等吼，安尼开哦着，伊个体会哦，真正是无法度去干，用，迄个时真正是道德上非常大嘛，我都用讲诶，所以表面出来就是安尼啊，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吼，很自然的一个表现，啊所以讲，咱讲到这吼。所以，我都还在讲，啊，我是在讲低级收入贷啊，哈，就是，我哈咧比如讲，咱人的病吼，伫咱心内底这个块里面放下执着吧，因为它绝对会耽误你的，因为你看咱民众嘛，甲咱讲啊，我你所想怀念啊，我有思维法门吼，伊无量。无你想的歹啦，所以咱个三心四欲歹唔得个啦，七情六欲吼拢爱修正啊。啊，拢你看咱个修的过程，就是都在修正这些东西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无你咧想的歹物件，歹执着的歹物件，拢面上啦。啊，所以无常。无你念头所想的歹物件，啊，你忘记执着啊，无助。吼是就是对做体力合作的这个法门而来的，所以你看有道三清的其实是嘛无明，道嘛是无明的。咱爱干是咱家己，就是讲只要咱的灵性啊去啊，咱但是在唔惊咧去去看家己。那么要如何家己迄个觉醒心快速，迄就是咱眼睛需要做坚持的一个功夫。因为这些人一旦人气啊，害无拢会有出现这个不好的代志发生啊，副作用啊。啊，若是讲咱是指标性的人物嘛，就是在做选择，就是讲你甲看啊，食菜嘛，嘛是不好用。你看看就脾气讲伊老话，安尼就是做不一样的，安尼就是咱老天公认得无，真正无够咱迄个气质、迄个影响、迄个歹的物件，你甲咱。是安尼老的，所以叫做说有老。啊，咱来想迄种无老的嘛，迄那无有地位无，人讲无道啦，无有地位是无道，所以低级所以不单，这就是咱家己，等于家己体会，家己想的，等于体会安尼啦。官家肯定，吼，叫做
五日三省吾身，一种反省的功夫，让伊体会圣灵，这么顺顺善良慈悲，甲咱讲这种的法门，咱要如何有足有力来进入？要安怎修了对了？要安怎修才会当达到迄个作用？因为咱大家拢无爱迷啊嘛，不干嘛。那么这是不单位，就是为心受气，心嘛无无好啊吼，除了贪图啊歪，限制心无，都无用百万四千的法门来治心内底百万四千的毛病，所以甲看反省是爱离开，道理爱离听，啊修烦爱离开吼，咱平心。好，所以咱进入最后一步。所以我也是把咱比如，要做一个水的比如来讲，那要比如到伫这个天下吼，的关系，咱首先面来讲，咱亲像川国，咱亲像川国，甲大家讲开，而且你来看哦，咱都知影吼，这就是万里为贵州嘛，啊，为虾米咧讲呢？因为所有水吼，伊拢会反川川流向东嘛，汇合大海。伊也拢会捞滴滴白菜来滴，啊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奔流到海不复回，伊就是讲，伊到尾啊，爱归入迄个白菜来滴，啊，若无归入会变安怎？伊遐嘛伊靠近一个讲地基做不来，所以伫遐咧讲川国的地基，川国伊知影讲哦，爱最爱捞滴滴白菜，本来咧讲，况且你比如讲，你讲黄鸟。伊知影止于秋雨，啊，伊个就是咧讲咱即个通天桥的所在啊。咱哪会当会当不如一只鸟啊嘛？迄是圣人的比喻啊。所以你看，在天上上，咱拢知影了，就是咱爱回归到咱即个自身的天下来做一个作用，安尼会当吼去管，做一个去管。啊，所以万有拢爱归做是，咱哪会当入去到德雅家？不可思如意啊，为什么讲德林吼，伊是为什么说精明管理官世间不如破那大人险？因为德林你有德，啊有德就一切拢安全。啊，不然叫德林，就是有德才被称为大人啊。啊，若有罪，有罪叫罪人啊。对不？啊，所以咱今仔嘛，已经吼，找着咱的道啊，啊，咱要安怎吼，把咱的真正的道，把伊发挥出来，这就是咱今仔的功夫嘛，吼，不是咱用讲的功夫，用讲的咱不如饮水啦。啊，咱要讲一张课吼，咱安尼是，就是安尼千辛万苦安尼啦吼，啊，有诶讲说听到咱家咧紧张，还要介艰苦的。啊，咱的作用不是为着，而且功德是为着咱真正家己功德家己的体会来去想，来咱做一个应用。啊，所以德行就是一些福德。啊，所以这是咱到尾下比如讲吼，这大海啊，这船高拢会流落大海。啊，德行先福德，咱来看，咱来开始修德观。不是，那这样，咱的这个这王老师在在南光吼。我们修道、修心，我们办道、静心，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，我们不与人家争强斗胜。但是你刚才那里玄华，你是怎么来的？比短长，斗强胜，那斗出来有什么意义啊？但是那家你不比不干的，你看有多危险，有多可怕。那么要怎来修养这条心？有时候真的是，咱呢讲着咯，伊讲着咯，伊就对啦哈。哦，或许来播一首歌哈。哦